喜欢我这型的吗？哎呦，还不错啊，是假的。哎，都没叮当哎，没有习惯了。你有没有？因为他习惯了。有没有曾经想要追过我？哎呦，有了有了。老实说，老实说，有没有？老实说，有没有想追我？太兴奋了，他太兴奋了。哦，停不下来。爱不会只是心事，我依然爱你如此，让爱变成我们。男星谷谷、吕思纬深受许多粉丝喜爱。昨28日迎来39岁生日，没想到就在午夜12点一过，跨到今29日时，谷谷首次在社群中晒出和女友大圆林爱璇的超闪合照，一张是翻拍过去两人合照的拍立的照片，另一张则是两人嘴对嘴的浪漫近照。谷谷在贴文中感性对大圆说：“谢谢你用了珍贵的10年陪我写下这首歌，透露新歌。当我变成我们，虽然没有一起拍 MV， 但他想表示，有你在的每一天，都是我人生里最美的电影，而导演就是你。”并提到两人一起经历的大小事，包括一起认养狗狗，一起送他离开，爱哭的你经常流下珍贵的眼泪，被我笑，但其实没关系，那就是最善良的你，我都知道。在这么特别的日子，我被幸福包围着，充满安全感，文墨更霸气喊话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女主角，谢谢你10年的青春，在我手里永远也不会消失。最后他也不忘标记大圆 IG 账号，闪度爆表的吴玉景发文让大批粉丝又惊又喜，纷纷涌入贴文留言祝福。对此谷谷凌晨也在脸书发文表示，晚安，明天拍 MV 该睡了，谢谢所有的祝福，我缓慢消化中，谢谢。厉害了，谷谷这边有没有难得才一戴上耳朵坐下来就已经开始在动了？大哦，真的这样算吗？怎么？对对对，有没有？这是有感觉，兴奋兴奋。你看，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不会动，他这个就动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不会动，你看。心如止水。哦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哎，我拍这边这边动哎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吗？对，小心哦，你看。叫。哎。好，交给你了，30秒开始。最近好吗？很好。哦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喜欢。这不能跟你说。要回答。很酸很酸，因为。喜欢我这型的吗？还不错啊。是假的。哎，都没叮当哎。没有，习惯了。你有没有？因为他习惯了。曾经想要追过我？哎呦，有了有了。老实说，老实说，有没有？老实说，有没有想追我？太兴奋了，他太兴奋了。哦，停不下来。高潮迭起，快回答！我说了，有吗？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回答，有没有想要追过？太开心，太有距离感。距离感是什么回答？这样就是好，再回答说有没有？若即若离啊！说谎了。好，交过几个女朋友？4个。4个。4个。哦，那么多。4个。最久了多久？7年。哦。7年之痒。今年最后一次接吻什么时候？忘了。跟谁？跟谁？我也想知道，我也想知道。就昨天嘛，最后一次接吻跟谁？刚才嘛，我忘了。多久以前？多久以前？不是刚刚就在后面吗？刚刚什么？下车的时候嘛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最近都在忙演唱会。接吻接很久啊。我漂亮吗？当然。我胖吗？有一点。时间到。闯还叫闯，怎么样？还我会退，爽会退，哎哎哎，是整人吧？哎，双会退，你以为比出佛号他就不会动吗？没有用，让你入地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几次？10次而已。怎么了？啊，来，已经啊，习惯了，破表。